大家好，今日心血来潮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究竟啲人系可以点样徒手开荒嘅？系啦，可能有啲人会奇怪，究竟计数机上面你按一个开荒嘅符号，跟住个数字就自动开荒啦。会有啲人会奇怪，究竟个数字点样嚟嘅咧？今日就尝试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样嘢。正如同好多四则运算入边。相對應的原則一樣，例如我們有加法相對應，我們會有減法，乘法相對應會有除法。而在這裡呢，是的，在這裡，是的，五自乘以五，是的，即是自己相乘，自己 cos 自己。那我們中文會讀做五的二次方或者五的平方，得出25。而我們相對應的呢，我們可以說25的平方根，这个就是平方根的符号了。25的平方根就会得出5，是的。那如果自乘三次，是的，1、2、3自乘三次，那我们会说这个是中文读做5的立方根，得出125了。那我们可以说是5的立方，是的，125的立方根，是的，就會得出五啦。OK， 到呢度都冇問題，純粹係複雜一下究竟呢啲符號係乜嘢嘅啫。好啦，咁下一步咧，我哋即刻嗱嗱聲實戰啊！例如一開波，我哋要計出究竟呢個 root six 係啊 ，sorry 啊，話歪咗呢個 root six 到小數點後三個位。咁當然我哋要請出我哋嘅主角。我哋要畫個 wood 出嚟，係啦 ，wood six。好啦，點解我畫呢條線畫得咁長？其實呢一個計根號嘅方法同除數差唔多嘅啫。咁啊，當然如果除數，我哋要計小數點後某一啲位，我哋當然要補零啦。咁但係同除數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、是，我哋會用小數點做分隔線，將我哋要開方嘅數字。小數點左手邊同小數點右手邊各用兩點講咧，每兩個數字一 pair pair 咁樣將佢 group 埋一齊。例如我哋後邊如果係除數嘅，我哋將會有好多零嘅。咁但係喺呢個開方嘅話，我哋會將啲零 group 埋一齊，就好似咁樣係啦。我哋呢度有兩個零啊，一 pair 零，跟住我哋會遊落少少空間，其實方便我哋人體嘅，電腦就唔多理嘅。係啊，我哋呢度有一 pair， 呢度有一 pair 咁。是啦，咁呢啲係事前嘅準備功夫，咁之後就開波咯。一開波，當然第一步係最簡單嘅，係啦，就先攞一個大概嘅數值，例如2、2、4、3、3、9。咁我哋呢度當然攞個2啦，2、2、4，係啦。之後相減，係呢個相減，剩翻2啊，呢一步都冇問題嘅，同除數差唔多嘅啫。咁之後咧？就麻煩啦。第二步要點做呢？當然都話同除數差唔多。我哋今次要拉，不過今次係一 pair 啊嘛，講過係啊，今次要拉兩個零落嚟嘅。之後咧，我哋要將上邊嘅呢一堆數字，呢一堆數 ，sorry， 留個小數點啊，加翻個小數點落先，係啊，呢度要有個小數點嘅，係啦。咁我哋要將上邊嘅數字拉落嚟，係啊，畫死佢，係啊，拉落嚟。乘以 ，sorry， 係乘以二之後先拉落嚟。咁二乘以二就係四啦。四，我哋呢度要留一個空間俾佢。咁攞嚟做乜嘢咧？係啦，我哋要揾出下一個數字。下一個數字點樣揾咧？我哋啱啱拉完落嚟之後，呢度又有四乜嘢？係啦，我哋嘅數字就係要揾出四乜嘢乘以乜嘢。呢個數要細過二四個，我話等於200啦，係啊，要填一個單位數落去。咁咧，呢個冇計啊，要自己試一試啦。咁啊，我哋嘗試填個四落去啦，係啦，咁啊，44係啊，計出176。咁45咧，45乘以45咧。就等於225，係啦，咁就啱啱超過咗嘅。
所以呢一個空格我哋要填個四落去啦。咁而上邊又填個四落去啦。誒，計出176。咁啊，剩24。同樣道理，係啦。咁我哋揾第三 pair 啦，一樣拉兩個零落嚟，2400。咁啊，呢度都係老規矩啦，將24拉落嚟，乘以二，24乘以二就48啦。一樣要揾一個位，好啦，咁就480幾乘以幾。這個數要小過2400。那今次呢，可能第一個沒有譜，第二個就有些譜了，這裡480多，即是約莫500啦，500乘以多少會是小過2400呢？那要是小要是5的，因為這個又不 exactly 等於500，那今次應該會容易一點的，我們用完兩條式啦，485是啦，咁啊，484乘以四咧，就等於1936。Okay. 哎呀，sorry 啊，我只貓子唔知去邊度，算啦，捉下貓啦。485乘以5呢，就是2425，剛剛過了一點。那我們拿4吧，是啊，4在這裡，4在這裡，就1936。之後相減就得出464，咁啊，由於呢條式真係好長，由於呢條式真係好長嘅關係，我都揾唔到太多嘅空間喺呢度。我將呢個寫上嚟，一個零，兩個零，係啊，將呢個46400寫，sorry 啊，將呢個46400寫上嚟啦。將這個寫上來了，所以有點亂了，46400，46400寫上來，這樣呢，我們繼續了，今次又是將這個244拉過來，乘以2，244就是488啦，480幾，好啦，480幾乘以幾等於46400。咁呢個都相對地簡單嘅，因為呢度約莫4900嘅十倍就已經49000。咁啊，佢呢度一個單位都約莫5000。咁49000減5000就4400，咁所以呢個填個九落去應該冇錯。Sorry 啊，呢個應該擺過嚟，應該4640。Anyway 啊，咁我哋喺呢度揾到個九字，我哋係啊嘗試填個九字落去，睇下我哋會得出啲乜嘢。由於時間關係咧，咁我就已經喺一邊先行自己成咗。開始難題喺呢度，咁啊，係啊，46400減44001就得出2399啦。好啦，咁到呢度為止，啱啱嗰啲零都已經用曬啦。咁而我哋要揾小數點後三個位咧，咁呢度就有12.449。咁其實仲未完嘅，係啊，身為一個負責任嘅人咧。咁啊，應該要嘗試睇下最後呢一個 D 值，最後呢一個會需唔需要有進位嘅可能性？如果唔
係嘅話咧，咁啊都幾麻煩。咁咧，係啊，呢度有幾多啊？23,000、24,000左右。咁我哋又要將呢一堆嘢 double。已經好似冇曬顏色啦，係啦 ，anyway 啦，咁啊將呢啲嘢 double， 呢個 double 就係4898拉一個位，4898嘅乜嘢乘以乜嘢，又約莫二係啦，要細過 ，sorry 啊，冇位啊，係要細過。239900嘅，係啦，咁呢個慣例啦，都係50,000，咁50,000呢個一係填4，一係填5，咁咧經嗱呢次咧又要落腳計啦，咁啊因為四同五，一係四一係五就會好影響呢、這個。呢、这、一個係啊，畫住嘅呢一個 digit 需唔需要進位嘅係啊？咁經實驗證實咧，呢、这、一個係個四字嚟嘅係啊。咁啊，我哋可以唔需要理佢啦。咁即係唔需要進位。咁而小數點後得出呢三個位咧，即係 root 6就等於2.449啦。OK。咁啊，好簡單，或者可能大家仲未清楚，今次再俾多一個 example 俾大家。咁咧，呢一條咧就係、是、要揾出一個比較麻煩嘅數字啦，係啊，375.2嘅開方係乜嘢？一樣啦，慣例，我諗大家應該有啲印象啊。今次要攞多啲位啊，係啦，喺呢度可以跟好先，3.2，係啊，後邊要補零嘅。啊，係喎，提醒大家，如果大家唔知道乜嘢係 significant figure 嘅話，咁就要留意呢一個 channel 啦。你日後應該會花一啲時間或者篇幅去講一講 significant figure 係乜嘢。係啦，咁咧375.20啦。要補幾多個位啊？唔緊要啦，補位呢啲後邊係封劍遊刃嘅，咁睇下大家呢啲題目要求啊，或者大家想有幾準確啊，之後臨尾先補都未遲嘅。咁但係要切記嘅咧，就係、是、每次一定要補兩個位，因為你而家係開緊一個平方。咁啊，開立方啊嗰啲會有啲唔同嘅。咁啊，呢啲我哋會留翻啲篇幅，遲啲再講下點樣開立方啊。OK， 嗱，小數點之前假小數點之前嘅數字同小數點之後嘅數字咧，就每兩個數字為一組，一組，由呢度開始啊，向左分，向右分。咁啊，呢、這個三今次係獨立開嚟呢個75嘅，咁我哋。由三開始啦，即係其實同之前計呢個 root 6差唔多嘅，咁咧，係啦，一平方係一，咁啊三減一係二，呢度剩翻275，係啦，咁啊一樣喎，今次我哋一拉落嚟乘以二就係二啦。二嘅乜嘢？二乜乘以乜係275咧？咁啊，由於時間關係咧，我今次揾咗個揾到九啦。咁29乘以九就係261，剩翻14。係啦，呢度拉個20落嚟，係啦，1420。咁咧係啦，因為搞掂咗呢一個嘢之後，咁就開始有譜啦。係，我覺得呢一個 digit 對於我嚟講都比較難揾嘅，因為真係要時間撞一撞定係點，
如果對數字冇乜感覺嘅人，可能會更加需要多少少時間去揾出呢一個數字。但係有咗呢個數字之後，咁呢個約莫就係三十。誒唔係 ，sorry 啊，係啦，我哋要將呢一個數字，我哋要將呢一個數字係啦拉落嚟，乘以二拉落嚟，十九 double 就係三十八。咁三十八約莫就係四十啦，四十。咁即係約莫四百。三百八十幾乘以幾，我哋執邊乘啦，三百八十幾乘以幾，就呢個數要啱啱好細過一千四百二十。咁啊，係啦，四百，咁啊，我哋試過三啦。三啊，三三加九，八三廿四，三三又加九喎，咁啊加埋二就十一，一一四九啊，剩翻二百七十一。好啦，第二步咧，我哋喺呢度再拉兩個零落嚟，又換隻顏色先。係啦，慣例咧，所以喺呢度。今次又漏咗少數點，咁咧，我哋今次又將呢三個數字又拉落嚟咯，拉落嚟乘以二，咁即係三百八十六，係啦，同樣慣例啦，呢度即係四千左右，四千乘以幾多啊？等於兩萬幾咧？兩萬七千幾咧？四七就廿八，四七就廿八，咁啊，約莫啦，差唔多啦，我哋嘗試下，我哋得出二萬七千零六十九，咁啊，剩翻三十一嘅。27,069，剩翻31。咁啊，仲未夠喎，因為我哋要五位有效數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呢度四個。咁啊，由於冇位，我將呢個曬一攞落嚟啊，零咧就係好硬噶啦。咁慣例啦，我哋將呢一個數字又 double 寫落嚟 double， 367。唔係 ，sorry， 講錯，應該係374，係啦。咁今次呢度加呢度奇怪啦，我加一個數字就係38,740乘以幾。我今次呢度就算乘個一，呢度都已經三萬幾噶咯。咁但係我手頭上有嘅數字淨係得3,100，咁唔夠噶喎。咁同普通嘅除數一樣啦，我哋。在這裡直接寫個零下去啦，零，咁啊唔理噶啦，我哋喺後面直接補零。咁啊，當然呢個又係零啦，係咪？咁，哇，今次又係咁喎，38,740。我今次即使喺呢度填個一落去，咁啊呢度。都是387,401，咁但系我手头上有嘅先至得310,000，又系唔够啊！今次补个零啦，诶、欸，好彩呢一条题目咧，净系需要揾五位有效数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啊，呢度五个，正啊！咁所以呢一条嘅正确答案咧，系啊，亦即系375.2，开根号咧就系等于十。9.370，系啦。咁咧，我呢度有个奇怪嘅问题喎。咁究竟呢一个375.2系咪一个完全平方咧？亦即系究竟我打后不断做后边系咪全部都系零咧？呢个问题又要交俾大家去思考一下啦。啊，咁你问究竟徒手开呢、這个？平方究竟有咩用呢？哇！你
你真係問到我啦。基本上又真係冇乜用嘅，因為你開親平方，好多情況之下，你手頭上都會有一部計數機啦。如果冇計數機嘅情況之下，多數即係如果計考試測驗嘅話，佢都可以同你講，你將你嘅答案留翻個根號喺度就得噶啦。咁如果你真係問到佢有咩用，咁啊咁啱得咁巧，好抵死地，我又揾到一個 example， 究竟有咩用喎、啊？真係啊！呢一套咧就係、是、一套漫畫嚟嘅，咁啊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睇下啦。嗱，source喺呢度，可以自己揾啦。咁講乜嘢嘅咧？就係、是、講一班人去玩一個亡命嘅遊戲啦，係嘛？呢個係係啦，一個亡命嘅遊戲啦。咁啊，佢哋咁啱一班人又好似白老鼠咁樣入咗間房度。咁啊，話呢間房有好多恐怖機關啦，根本係一個死亡嘅遊戲嚟嘅。咁之後發生咩事呢？咁啊，佢哋喺間房度不斷揾，就揾到好鬼多線索。咁啲線索咧，最臨尾咧就話俾你聽咧，如果你只需要揾到呢個根號二嘅數值，係啦，即係 root 二嘅數值係乜嘢嘅話咧，咁就唔使死啦。係啦，咁但係咧係要揾呢個小數點後第九同第十個位喎。咁究竟點樣揾咧？係啊，大家可以留意呢度佢。大家可能覺得奇怪，點解呢班友仔一開波就可以揾到小數點後八個位嘅咧？係啊，咁啊呢度講到話有一個口訣，呢套日本漫畫嚟嘅，咁其實喺日文入邊咧就佢有好多口訣背埋曬一啲大家冇乜用，即係真係覺得冇乜用嘅數字。咁呢個係一個例子嚟啊。咁啊有口訣背 root 二嘅數值係乜嘢？啊，我哋睇清楚呢度係啦。咁咧，原來係日文嘅口訣咧。嗱，咁 root 二 ，root 二頭一二三四係啦。anyway 啦，咁 root 二頭嘅呢堆數字咧，就係呢堆啦。咁喺日文，如果識日文嘅同學可以嘗試練一練，佢哋係即係攞啲日文嘅讀音一個一個咁對應嘅，係啦。咁而咁啱得咁巧，抵死地咧，又俾我揾到喺普通話入邊又有一句差唔多諧音嘅數字喎。咁啊 ，anyway， 大家識普通話嘅話，可以嘗試讀一讀啊。咁啊 ，OK， 咁而家就唔需要驚，因為你唔識日文，咁啊，唔知道個數字係點啦。咁但係咧，極其量他們都背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是的，小數點後8個位，那我覺得其實都 make sense， 因為，即是，除非你個人比較特別，才會背一個根號的數值的小數點後15個位，或者打後那些，那對於普通人來說沒什麼用的，那我說 make sense 的原因呢，就是因為普通的家庭用計數機或者文具店買到的計數機呢，一般計數機都是只有8個位而已，而就算學生哥用的函數機呢，其實都是只有10個位而已，這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9個位，它最多可以 provide 到你一個數字，而後面的那個數字呢，其實都要大家計算的。那呢，是的，既然人哋都可以設計到一個咁樣嘅死亡遊戲，需要計數喎、哦，咁我哋又嘗試計一計啦。咁或者可能大家已經覺得我寫嘅字非常之難睇，非常討厭。咁啊，而且計算嘅步驟又非常之複雜。咁今次我就姑且借助電腦一用，係啊。咁數咧，我就已經喺度幫大家計噶啦。唔係計 ，sorry， 係設計咗條式出嚟。咁而由於係啦，假設前提我哋已經知道係啦 ，root 二嘅頭八個位，咁啊你都係揾最後嗰十個位嘅，喂，最後第九同第十個位係乜嘢咧？就係呢度，係啦，冇錯。咁啊 ，anyway 啦，咁啊，
一樣啦，我一開波攞一，其實呢 part 因為我諗大家到呢度已經非常之明白究竟點樣計一個根好啦，咁我就唔嘗試好沉咁樣講啊，純粹大家可能需要 pause pause 去睇一睇究竟之後發生咩事啊，唔係究竟中間係點樣計出嚟嘅，咁啊。由於呢度冇位啦，咁我喺下一版咧，我會將下邊呢個數值扯上嚟，即係好似我之前咁做咧，扯上嚟，咁啊會繼續進行計算嘅。咁係啦，準備好未？下一版咧就喺呢度，係啦。咁啊一樣啦，大家可能如果睇唔切嘅話，可能又需要 pause pause。咁啊到呢度已經計到個五嘅咯。咁啊係啦。咁啊，下一版又會將呢嚿嘢扯上嚟，咁啊，大家有啲心理sorry 啊，咁啊，將呢嚿嘢扯上嚟，咁啊，係啊，大家有啲心理準備，三二一，係啊，下一版就係咁嘅 ，OK， 咁啊，係啦，計到嚟呢度，計到嚟呢度，咁啊，有二啦，喺度，我哋揾出個二啦。即係如果你用啲十個位計數機，佢都會喺呢度嘔個二俾你嘅。Sorry 啊 ，sorry 啊。點解會咁嘅？係啦，咁啊，佢會嘗試揾一個，係啊，佢會嘗試揾一個二俾你嘅。係啦，咁但係之後嗰 part 咧。咁其實呢一 part 數字，你要揾出個三出嚟咧，都係要自己計嘅。咁啊，大致上就係咁啦。咁如果大家想知道，呢個漫畫嘅主角佢對住部機器按咗二三呢兩個數字落去之後，究竟嗰班人使唔使死咧？咁啊，咁請大家喺漫畫度揾翻個答案出嚟啊。咁因為呢個唔係漫畫堂，咁我唔講咁多啦。OK。到最後，究竟搞咁多嘢，我想講乜嘢咧？係啦，咁其實你問我，如果唔到呢啲好鬼極端嘅生死存亡嘅考驗嘅話，咁其實計根號對於一般日常應用嚟講都冇乜實際嘅作用嘅，係啊，其實真係非常之晦氣啊！大家聽咗好多廢話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Sorry 啊，是啊，未到這個生死存亡的人呢，其實未到生死存亡的人呢，我都覺得這個根，計根好的方法其實真的沒什麼用的、啊、其實我學了這麼久都是即間中可能過一下口癮過一下手癮、啊、計一兩個咁啊，真係冇乜用嘅，係啦。咁而相對地重要嘅嘢係乜嘢咧？相對地重要嘅嘢就係、是希望大家即係若望知道，例如我要開一個根號廿八，咁啊呢一、這個數值係介乎於乜嘢到乜嘢中間？咁啊根號廿八係介乎於五到六中間，係啦，五五廿五，咁啊 OK 啊，五廿五六。636係啦，呢一樣其實緊要過你即係開根號開乜嘢。另外一樣嘢咧係啦，例如根號廿八識化簡嘅話，呢、這個就等於係啦二 root 七啊，呢樣係比較緊要嘅。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、是即係可能有啲呢度有啲人會玩下 Olympic 啊嗰啲咁，咁而第二樣，如果你玩 Olympic 嘅話咧，係啊，例如 IMO 咁樣，咁可能啲同學仔需要，即係會可能有啲數字需要背一背，係啊，例如呢個 root 七係等於。2.65 咁啦，係啊，大概兩個位，我諗應該點都夠啊。咁啊，啱啱講 Wood 廿八，
就係、是、而活七，咁啊呢、這個數約莫就等於幾多？ 5.30 係啦。咁其實呢、這、一個、如果係咯，都係呢、這個就係我喺呢度所講嘅點樣培養一個人對於根好有啲感覺。咁另外一樣我所講嘅感覺咧，就係、是、即係大家要知道根好係我點樣講？我直接舉個例子啦。嗱、啊，啱啱我哋講 Wood 二就係一點係啦，四一四誒二一三六啦，咁唔寫啦。咁啊，咁如果係啦，我哋呢度移一個小數位。係啊，喺呢個 wood 入邊移一個小數位，即係 wood 二十。咁係咪呢個答案又係移一個小數位咧？究竟係咪14.14乜乜乜咧？係啦。咁如果唔係，咁又點解咧？係啦，呢、這個就係我想大家翻去係啊，或者可以喺呢個 channel 度喺呢段片下邊度直接 respond 嘅一樣嘢。咁啊～另外仲有啱啱我做第二個 example 嗰陣就講過，究竟如果你計到個數拉咗一次兩個零落嚟，咁啊咁上邊係零啦，因為你要壓啊，唔係係啦，即係好似第二個 example 咁，咁啊即係會唔會一個數會後邊不斷都係零咧？咁呢個要大家諗下嘅。OK， 咁另外係啦，第二點咧就係、是、be creative 喎。咁我講緊啲乜嘢咧？其實喺呢個 channel 我都想睇下收集下大家嘅意見，睇下大家有冇例如計 Wood 三就係1732幾咁，大家有冇方法將呢啲數字用一啲比較搞笑或者容易記嘅方法？記低，例如小數點後某一定程度的位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即係如果有的話，大家不妨都可以在呢個 channel 喺呢段片下邊去 share。OK， 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咁啊，下次再揀個第二個 topic 講。拜拜。